休息站，这个是充电的耶，超酷的。旁边这个就是一般加油的。现在来加油站加油，用这个不知道怎么用，来研究一下。刚我们的车子加的是柴油，这个按钮按的话是加卡车的，把这个油枪拿下来放下去，这个拉到底，它就会自己加到满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然后这边就有写价钱，到时候去那边的便利商店，跟他说我们是六号就可以交钱。现在去便利商店缴加油的钱。刚去附近的 hotel 买了这个萨尔斯堡卡，是一日的。现在要去这里搭缆车啊，温特山缆车。哇，哦，这适中大小，这好像一个船哦，超陡的山。哇，这些石头看起来，山都是石头，看起来超多。啊，我们出来了，好多人哦。先走一下。对啊，这上面超凉的。哇，这上面的路都是这一种石头，建议穿硬一点鞋子好像比较好走。然后再走上去看看，我们放弃走到那边的最高点了，好远哦！现在只剩我故障一个人站在往前。缆车站出口往上走就有一个高高的点十字架，比较近一点，我们现在要走回去。现在在温特山缆车的底，我们要来吃科学面，自备的。对，超多鸟在等我们的。耶，一下山，现在来这个海布伦宫，我们等一下要参观，应该是那个恶作剧喷泉，刚停好车了。现在走这里，海尔布伦宫的宴会厅。现在坐在这个互动式沙发上，它这里有一些资讯可以点开来看，也可以这样躺着看上面。来来来，请丢。过上第二个。有吗？你看，真的有这个尿布。现在要来参观恶作剧喷泉喽。真的喷水，喷水。真的，哎，有喷屁股的。大主教的那个他做的那个，那个妹妹看就错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如果他没有叫你站起来，你不能站起来。大主教是这一张，这张的不会喷。对，其他都会喷。好玩哦！啊！哇！好可爱哟、哦！八成想被喷的，他们可能都不知道。哎、欸，看一下旁边有没有啊？等一下喷，很开心，到处都是洞。哪里哪里哪里？我们原本以为从前面喷，就竟然是从后面，太好笑了吧？叫人家是要怎么出来呀、啊？哎、欸，没了。哎呦呦呦！又在捅屁股，上楼去。刚那个恶作剧喷泉还蛮好玩的，只是一定基本上会死，所以大家可以带个裤子还什么的来换。现在走出来了，在这里花园的地方逛一逛。我们现在要离开了。现在来这一家是酿酒厂，有博物馆跟餐厅，准备先去看看。它到九月都开到八点呢，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。是这间，啊，对，应该是卖票的地方。
这里的纪念品店居然卖牛仔裤哎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还有好多啤酒，那个是蜡烛哎，啤酒泡泡。我先进来厕所。出发。哇哦！自助啤酒。有吗？啊，有了有了，好，它有两边呢。今天的晚餐，哎，这两个怎么那么像？今天的早餐，这是什么？蔬菜，培根蛋，油条，牛奶，哦，各种酱料，红起司，还有面包。今天早上的第一站是莫扎特歌剧院，进去看看。现在走到了马卡特桥，过了河之后，对面就是老城区了。这个船怎么感觉开不太动啊？好缓慢哦。现在在这个河边的市集逛逛，好像大部分都是卖船的带的比较多，是老少。到这个最经典的角度，5欧，这个比较大颗，这个。现在来逛超市买个午餐，来超市大采购，买了超多东西。现在哦，对，我们要买油哎，我挑一罐油。我们之前这三天住的是一间顶楼的套房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超赞的，这里是客厅，还有厨房。这个应该是冰箱。哦哦，你们刚已经放进去了。嗯。然后厨房用具都有，这底下还有锅子。看到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洗碗机，我刚刚已经问他怎么用了。就是餐桌跟一个客厅。哇，这台暖气超大台的。然后外面是一个露台，山景露台。打开来看看，就是这样子哇，看山超漂亮，现在外面太阳很大。这里还有一个热水浴的盆子，超赞的。这个打开来直接就是热水，晚上可以来泡一下。因为我们在这边住了三个晚上，所以哇，享受享受。哇，还有毛毯呢，真的是无意间订到了一个超酷的。我们订的时候完全看不出来是这样的，没有，大概看。有两间房间，这边这间会先经过一个超大的衣橱，然后这里就是第一间房间，长这样。走出来，哇，这里还有熨斗跟一个烫衣板。这边就是都是衣柜，这一间是浴室，有淋浴跟浴缸，这里还有一个电视。第二间卧室，就是这样。今天的晚餐，这里还有玉米汤跟台湾的饭，是吧？Type to push my love. I'm going